哎，中间是个宝物。强家，让我载我们去城里去。小子，这艘船给尚书府包下来的。今天一整天不做别人的生意，等尚书夫人上完香，还要搭小的船回府呢。哦，玉女也来了。诶，是月如吗？云姨，你这丫头怎么这么久都没来看云姨呢？别这么说嘛，人家这不是来了吗？对了，伯父和静媛还好吧？静媛从苏州回来不久之后突然生一场怪病，看过许多大夫都不见起色，我这做娘的只好天天来上香替她祈福。哦，那我可以去看看她吗？当然，坐船一块回去吧。这个船可以载那么多人。刘俊远的家是尚书府。哦，当然了，刘伯伯是当朝大学士，官拜二品礼部尚书。现在他家的房子比我家的还大一倍呢。可是我最怕和那些当官打交道了。放心，没有人敢把你当外人的。刘家跟我们林家是世交。哎，你是姑爷啊，逍遥。李逍遥，你是姑爷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刘伯伯还没有高中举人之以前，一家人都记住我们家呢。走吧。我穿这样会不会太失礼了？你穿什么还不是那个样子？乡下土包子。哦，偏偏就有些千金大小姐喜欢吃土土的包子。哼，你少贫嘴，谁喜欢吃包子的？你看李逍遥又在乱叼。还说你不是渣男啊，他是失忆的渣男，不能怪他。我记得这边有个支线。哦，可以帮，对，帮他。就是他给阿香吧。云姨，月如跟你请安，你老人家进来身体可还好？乖，你这小丫头几年不见长得更标致了呢，看样子不怕嫁不出去了。云姨，你又取笑人家？哼，我还以为你是为了静媛大婚，为曾请你父母过府饮宴，才前来兴师问罪的呢。咦，怎么几日不见他就已经娶妻了？你当初不肯嫁他，如今他另娶他人，你才来着急。你少贫嘴，这位可是李公子？是，晚辈李逍遥，见过夫人。别那么见外，那你叫我云姨就行了。我一向把月如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，所以大家都是一家人。云姨，你怎么这么说嘛？我跟她又没有，还没有，也快了吧？你的事情静媛都跟我说了。你自小就好强，不愿服输。这位李公子那比武招亲赢得你的芳心，想必武功一定非常了得。哪有，他啊，不过只会那么一招半式罢了。我要是认真打，他才不是我对手呢。诶，说起来好像是你故意让我似的。诶，说不定林月如这是故意让你的啊。那你笨笨的上台，然后故意被你打输，然后你就一定要娶我，你一定要娶月如。本来就是，这一路上要不是我，你早就给妖怪吃了。哎，晚安，拜拜。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？老是在别人面前漏我的气。好了，你们别斗嘴了。月如，你的个性就是这样，得理不饶人，硬嘴巴，这毛病怎么老是改不掉？云姨，不过还是这样的月如才可爱。哎，静媛就是没那福分。从前云姨多希望你们，多希望你能当我们家媳妇，若是能嫁到我们刘家来，那该多好。
从小我一直把纪元大哥当亲哥哥看待，没有想过那些。我知道纪元的个性太文弱，你也不会喜欢。我看子女婿生得一表人才，很配得上你。云姨，你别看他外表忠厚老实，其实花心得很。对，很花心。哇，云姨还帮以潇讲话。年轻人比较不定性，你给他生个白胖胖的儿子，还怕他不安分吗？哎，这句话就不对了。不过这句话就是以前古代女性会这样子想的，以为只要生了孩子，就是另外一半就一定安安分分。哎，其实不一定。那纪元大哥怎么又肯递上新来的？云儿自从上次从苏州回来后，就染上一种怪病，找了许多大夫还是查不出病因，有人指点说是犯了鬼祟，一定要冲冲洗才会好。纪元和我的新嫂子呢，换出来那么沾沾喜气吧。云儿病虽转好，但底子还弱，最近一个月以来我就让她在后花园的厢房中静养。哦，我可以去看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去看他，他一定很高兴的。这土包子还没有见过当官的派头，我顺便带他四处瞧瞧。你刘世伯为官清廉，哪有什么派头？有人没见过世面啊，就会拐弯骂人。你当我是井底之蛙？是你自己说的。哦，我们要对他使用，对他使用情书。这是阿辉写给我的，谢谢。我只有一块玉佩，可否请你帮我还给阿辉？哦，你怎么知道是他偷放的？除了他还会有谁？请你们对他说，他的心意我能了解，但是这东西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怎么跟我一样？不要在我配音的时候讲这些不正经的话。不是你送的阿香的，那是会谁送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可怜啊，真的真的可怜。哎，那是谁送的？谁送的？阿德。好，这个。可是我喜欢的是少爷。哇，好乱啊，这关系好乱啊。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成为刘家的二少奶奶，请你跟我们说，别再痴心妄想了。哇，为什么彩衣就可以嫁给少爷，我就不行？凭我的姿色并不会输给他。你的姿色，可是彩衣比较大。不是啊，我是说才艺的经不是才艺的年纪稍大一点，然后所以他的就是所以静远比较喜欢他。OK， 好。后面有东西，先捡宝物。我觉得刘庆远是不是因为你不答应嫁给他，所以他才病倒的？我关我什么事？话不能这么说。我怎么觉得这么亏欠他？虽然金元大哥和我从小一块长大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应该对他有什么情爱。我只当他是个亲大哥看待。人家可不是这么想的啊！在苏州时，他曾当面向你爹请求把你许配给他了。就算我爹答应又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我一直当刘金元是自己的哥哥，信不信由你。又有生气了，就是以孝又这样子讲，然后
然后中间又一直撩他，实在是这边真的不行，这边真的不行，在这边真的是标准的渣男了。啊，静源你怎么了？静源你怎么倒到地上啊？静源，好痛苦啊！彩衣，他怎么了？啊，相公，真对不起，妾身回来晚了，我马上伺候你服药。相公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舒坦些了，不过服了这么久的药，每次发病时就是一次比一次难受，我这病真的能医得好吗？相公，你要忍耐，妾身相信只要再过几天，你就会好起来的。相公，刘大哥，你何时娶了这么美丽的妻子？怎么都不通知小妹？这说来话长。刘大哥，你究竟得了什么病？这一路上我们认识一些名医，或许能有一些帮助。哎，不用了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里的。爹娘不知请过多少大夫，可是连我得的是什么病也查不出来。还好有彩衣从家乡带来的药方，我最近才好转了一些。大嫂是哪里人？吴家的父母是苏州府的人。嗯，念住苏州城，怎么没见过你？我人家是名门闺秀，足不出户，怎么可能天天让你看到？你这句话是在讽刺我吗？失礼的，相公服过药后需要安静歇息，因为有话等明天再跟我家相公聊。哦，那我们不打扰了，真是抱歉，没有招到两位。你们我真不知道怎么接你们的话，怎么办？我到底是要接还是不要接？人家是生病。刘大哥也怪可怜的。怎么会可怜？我反倒觉得刘兄最幸福呢，有一个这么漂亮又娴熟的妻子天天照顾他，要是我娶到这种老婆，做鬼也甘愿呢。那你就去死一死吧，去讨个女鬼当老婆。开玩笑的啦，你干嘛生那么大气？你刚才为什么紧盯着我嫂子瞧？别人老婆你也看得这么入神，看看又不会少一块肉。哼，他懒得理你。我靠，原来以笑这么糟糕。刚刚亲爱的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糟糕了。李公子别客气，尽量吃哦。谢谢夫人。对了，云姨，怎么不请嫂子一起用餐呢？是这样的，静远生病后稍微生昏会流腻的食物都不能吃，每天三餐都是彩衣添加另外药理的。彩衣说夫妻应该同甘共苦，所以每天三餐都陪着静远吃同样的素斋淡粥，别的不吃。我劝过他，但他执意如此，所以现在他们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和我们两老同桌而食了。静远大哥怎么认识大嫂的？他娶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，这叫我吃了一惊呢。彩衣是在一个月前来到这里，当时他一家人出外旅游之时遇上了盗匪，双亲都遇害了，只有他侥幸逃生。可怜他无依无靠，想葬父母却身无分文，于是委身于我家当婢女。我和老爷见他知书达理，温柔细心，又通晓医理，劝他负责伺候静源。说也奇怪，当时静源不知得了什么怪病，找了许多大夫都医不好，但是自从彩衣来了之后，在他照料之下，静源一天天的有了起色。然后他们就成亲了，一个有了依靠，一个讨了媳妇，这两全其美。是啊，我早就想让静源快点成亲了。彩衣端庄娴熟，又有冲喜之说，希望云儿就此不药而愈，真是趁人之危。什么？我是说这是天赐良缘。吃你的菜，嘴巴不用乱说话。云姨，李大哥是第一次来到京城，
我想带他到处去逛逛。你呀，都闲不住，去吧，你们去玩吧。哇，林月如还换装呢，正哦，这么多碗要洗，辛苦你了。OK， 这边就是那个紫金葫芦。哎、欸，我们经过山谷时发现丈夫的尸首，这些是他的遗物。你笑了之后，当然知道啊。这葫芦有什么不对吗？姑娘别误会，这葫芦是我相公向一个盗墓者买的，据说是上古神物。自从相公得到这个葫芦之后，家中多次遭到妖魔的侵扰。后来听说扬州有人出高价要买，相公就会谈价钱，想不到竟妖魔，想没这葫芦是不是神灵之气，就是不祥之物了。我曾听我相公说过，紫金葫芦若有会仙术人持有，会是相当厉害的宝贝。我们一介妇孺留这东西也没用，两位大侠不嫌弃，我想把这紫金葫芦相赠。哦，那我看看，灵符咒。最香的地方。香喷喷，可惜就月如可以进去。好，就这样，就两个宝物而已。然后这边。要走这个地方绕到后面，然后这边看一下，阅读要买七种暗器，这个烈火珠、引路风。好，就这样。小莲儿姑娘，这种地方我们女孩子不方便进去，还是先一个人进去吧。妓院，妓院到了，各位最爱的妓院，这边有个宝物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啊，我说的是这个，叫姑娘。没有鹤顶红啊，刚刚那两个有拿了，我忘记是不是鹤顶红了。你是小莲儿姑娘？没事，我找错人了。看人家胖就说没事，公子你要我吗？我是最便宜的。天哪，我看了什么？最便宜的是什么意思？
小雪。无言。哎，有人跑进来偷看啦。最好是我的菜啦，古代营养那么好。哎呀，会不会被编台啊？哇，裸体耶！哇，这边也是。一直在看人家在干嘛。哎哎哎，这里。哎呀，这被挡住了，哎呀。搞什么嘛。哦，这边是支线哈，这边有特别画一个画像。巧妙的，没错，我在看他阔背的线条。钱，你误会我来意了，你不是来讨债的。不，我在街上看到你丈夫向你行乞，又病又惨，很可怜。你身为人妻，为何置他于不顾？笑话，我置他于不顾，你也不想想看。我在这里出卖灵肉，赔尽笑脸，忍辱偷生，是被谁逼的？又不是我赚钱，现在还债。那时候被人活活打死，那死鬼一有钱跑去抽鸦片，抽光的家产还不够，还把我女儿卖了。我明白了，我一天打回公告，告死。你想对他怎么样？你不要伤害他、啊。哇，赶快到这个时候还是帮她丈夫。啊，走了。林小姐、李公子，夫人有要紧的事，请两位尽快回府。哦，是什么事？是，夫人说你回去就知道了。神神秘秘的。我见到你妻子，但是事情似乎不是你如你所讲的哦。你们这个跑去以后又找我老婆啊？若如他所说，那你当乞丐就是咎由自取，不值得同情。被自己老婆和女儿去卖淫，这种人饿死了活该。冤枉啊！我是把女儿卖了没错，但是我们可没让我老婆寄宴啊。好、哦，是他自己说女儿还太小，由他代替女儿的、啊。什么？那你更该死！啊，饶命啊！月如，别这样了，他已经够可怜了，你这样子变成在欺负人家了。这种混账是不知道就算了，这样给我知道了，我怎么会看得过去？你家和刘家那么有钱有势，帮人一下应该不难吧？你得看对象啊。OK， 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就没了。好，爹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？我来找我的女儿，不对吗？我才不要回去。月如，你怎么会对你爹？怎么会用这种态度呢？爹一下子千方百计要逼我嫁人，一下子却要把逍遥大哥赶走，出尔反尔，根本不管女儿心里的感受。我想，你爹是为了你着想，才怪。对了，爹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？云姨，是不是你向我爹告了密？哼，何须告密？做爹的对你脾气还不够了解吗？从小没当你犯都是犯的错，怕爹责骂。就跑到云姨那里躲起来，好让云姨替你求情。虽然云姨已经搬到京城，但爹猜也猜得到，你这回离家出走，一定会来找云姨。林大哥，
月露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他们做长辈的也不必太为难他们。云妹，你放心，我今天来这里只是要确定一件事，并非想责难他们。如儿，爹问你，你离开家的这些日子都是和他在一起？是又怎么样？我和李哥哥之间是清白的。李少侠，当初比武招亲之约依旧可以算数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只要你以后不再去找那姓赵的妖女，我立刻将月如许配给你。树王被难以从命，于情于理我都不能置灵儿于不顾。那你把我女儿当作什么？你的跟班吗？前辈，这是两回事。爹，我们的事你别管吗？住口！我怎能放了我亲生女儿在外面跟男人游荡厮混？爹，你怎么可以说这么难听？算了，咱们父女俩也别吵了，爹知道在说什么你也不会听。李少侠，有几句话我想与你私底下谈，可否？好。李少侠，你是不是也在恨我当初片面悔婚？晚辈不敢，你是月如的父亲，月如的事由你做主，晚辈怎敢有怨言？哼，月如能像你那么懂事就好了，并非老夫言而无信，存心作梗，而是老夫见你和那赵姑娘关系暧昧，姑且不论她是真是邪，你都不应该有了月如，心里还挂念着别的女人。林天南的观察力蛮好的，可惜啊，他跟赵姑娘已经是夫妻了，只是李逍遥现在的李逍遥不知道而已。恕晚辈愚昧，晚辈认为男子汉大丈夫，立于天地，有情也要有义。林格既然觊觎堪怜，家产千叮万嘱，要我护送他回苗疆家乡寻母，林格与我相识在先。前程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若是为了攀龙附凤而弃他于不顾，岂不是不仁不义、不孝之人吗？说的倒动听，可是就这样让我的女儿不明不白的继续跟着你吗？我不必多说，拔剑吧，我倒要看看你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还是只会个耍嘴皮子的无赖。晚辈怎敢跟你动手？这样李天然立场超不爽的啊，超不爽的啊！自己的女儿没有名分啊，跟着一个男人瞎混这样。我可是认真的，接招吧！你若是有真功夫、真胆量，就不得退后半步，接下我林家的七绝剑气。你若赢得了我，从此以后，我便不再顾问你们的事。反之，你若是个胆小鼠辈，我就当场一剑毙了你，免得你误我女儿的终身。来啊，出你的真本领吧，不然死在我的剑下就别怨我。见面先偷东西哈，啊，没偷到，好，好，第二剑。其实这边不用打他了，专心防御就好了。好，第三剑，注意喽！你天然还对他很好，还叫他注意。最后一招，看清楚了。那不是最后一招吗？哎，苏姐，哎，感谢你，感谢。哎，我真的老了。爹，李大哥，你有没有受伤？罢了，罢了，女儿养大了，终究是别人的。前辈。月如从小娇生惯养，没吃过苦，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她。
你爹还是很关心你的。又偷又不进攻，真的很像鼠辈。感谢约瑟夫追随，感谢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想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应该自己独立，不能一辈子都依靠父母。你真的打算不回家了？我喜欢像现在这样的生活，到各地去游历冒险，可以认识许多人、许多事物，更可以锻炼自己的武功，而且这样才能和你在一起。我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浪子，你跟着我不怕到时候两个人也许是当要饭的。好，谢谢鸦片追随，感谢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就怪我自己倒霉啦。好吧，等我找到灵儿的下落，把一切事情都结束后，我就带你四处游山玩水，一同吃遍天下珍味，看遍人间美景。吃到老玩到老，那我们灵儿，灵儿，你想要对不起你，灵儿，灵儿在水妖塔里，你这样子，啊，那更丢，稳丢吧。灵儿，你都要先骂一下，干！你要先骂一下。你看，李逍遥现在跟李月如许下了承诺，一起吃到老，玩到老，看遍天下美景。你把灵儿放哪里了？灵儿，大嫂，你突然出现，害我吓一跳。真是抱歉，我急着赶路没注意到你们。大嫂出来外面采花的吗？是。那么说这树林里就生长着许多美丽的野花咯。好诶，逍遥哥，我要去摘。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走嘛，逍遥哥，我们一起去。哇，逍遥哥。因为这树林里有很多毒蜘蛛，还有些花草是具有毒性的。万一你们不小心误触，可能会中毒的。大嫂对这里的环境比较熟悉，月如，那不如不要去吧。要摘花，院子里多的是。对不起，相公等着我，就为他煎药，告辞了。我也同意，月如才是适合李逍遥。我其实是月如派的。看样子，大嫂似乎经常到树林采集奇花异草。难怪他身上常有股醉人的花香，也许是经常接触花的缘故吧。好，哎，许下承诺了，对一个另外一个女性许下一起冒险旅游，看见天下美景。对啦，他现在是不记得灵儿的事，没错啦，但是，哎，所以才叫失忆的渣男啊。加上失忆两个字，就合情合理啊。灵儿，灵儿，哦，是默默忍耐吗？真的吗？相公，求先把这药喝了吧，这样你的病才会早点好起来。啊，相公你每天给我喝的药，根本不是用来治我的病的，而是迷药，对不对？相公。你何出此言？这些药是妾身辛辛苦苦去采来的，世间又只有这种药方能医好你的病啊。但是灵儿的确是喜欢月如啊，她也认同月如姐姐啊，所以才会把女儿叫做义如啊。这是倒是真的啦。我的病，所有大夫都束手无策，难道以你这不知哪弄来的偏方就会有效？而且，为何喝了这种药？就会昏睡数个时辰不省人事。我问你，每天晚上我昏睡的时候，你都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妾身怎么会呢？你拼了要爹娘，但骗不了我。
结婚至今，你根本未有与我空床过，你眼里只当我是废人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啊，一如是宁儿娶的啊，是啊，是啊。相公，那种事等你病好了，妾身自然该服侍你的。你看刘静远这个时候还只想着啪啪啪，哦，你看这种男人啊，刘静远才是真的渣男。都这种时候，你还只想要跟他啪啪啪啊？哇，渣男无误。卧病这么久，还只想要跟才艺交配？我知道才艺很大，可是你不能只想要交配啊。不是，我说才艺的千年修为哦，年纪很大哦，啊、哦，年纪很大。这种时候还想着交配？我们要讲学术一点，不要讲啪啪啪，我们要讲交配。哦，这个是生物学啊、哦，生物学交配。还有，你说你父母是苏州船商，举家出游遇上盗匪，才落难，流落京城。你说的这些事，我都叫人调查过，结果都是你编的。你说，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相公，请你相信妾身，妾身做的任何事都是为了你，求求你。把身上的药给喝了吧，不足的分量，现在再去采，只要三日，再服完最后这三日的药，你的病就完全好了。住口！我就不再喝那种来路不明的药。相公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怎么跟我很像？我再也不相信你了，我要告诉爹娘，去叫我爹娘来，快去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原谅我相公，妾身不得不如此做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后面你就知道了，后面就知道为什么了，卢妹。谢谢你救了我，你也亲眼看见了吧？那女人会使妖法，我早就怀疑她不是人类，她一定是妖怪，要来害我的。金远大哥，真相尚未查明，千莫妄加猜测，一定是你误会大嫂了。卢妹，你要相信我，这桩婚事是爹娘上次做主的，我对她从来没有感情。你可知道，这些日子我有多痛苦吗？但是静远大哥，你不能因为这样就抹杀大嫂对你的好啊！那都是假的，我与他朝夕相处，他的行为举动怎么看都不像正常的。静远大哥，你冷静点。对，我要去找爹娘商量。等一下，刘兄，玉鲁，我们跟去看看。哎呀，静远，外面风这么大，你怎么可以跑出来？才艺呢？才艺怎么没有陪着你？娘，你快请爹回来做主。你爹尚未回来啊，到底发生什么大事？娘，你还救孩儿，才艺还要害我？说这什么话？才艺为什么要害你呢？才艺他是妖怪，他会施妖法，他想害死孩儿啊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可怜的孩子，你一定身体不舒服，所以神志有些不清楚。听娘的话，回房去躺着。娘炖了两份莲子燕窝汤，给你和彩衣补补身子。不要，我不要回去那里，我不要吃药，我会死掉，我会被害死的。夫人，你奴婢之见，再可是梦魇未醒，或受了惊吓也说不定。说个对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可以请道士来替少爷做法收金，在奴婢的家乡发生这种症状的人不这么做就好了。你们先到少爷到我房间，这件事我自有打算。云影把那个静远当作疯了这样。哎，老爷又不在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月如李公子，你们四面见得多，
这种事可否请你们替我拿个主意？好，云姨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帮你的。妾身先谢过两位了。三万五哇哦！哎，然后嘞，啊，怎么一直拿钱？想要请本山的做法吗？那你可找对人了。只要有茅山道人出马，有灾消灾，有难解难，任何的妖魔鬼怪、恶灵鬼面，全部无所遁形啊！想当年啊，我和我师父太乙真人联手对付阴山鬼老，我师父啊，只用一招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知道了。既然道长法力高深，可否随我们到刘尚书府上，替刘尚书的公子收金？哦，这尚书公子啊。那么价钱可要贵一点哦。好，保罗晚安。要多少？你说。啊，这样，通常全户人家我会看情形，最多可以打五折做善事嘛。高官富贵的话嘛，照我们祖师爷所立下的规矩，我算算，一万五不二价。成交。还帮他准备符纸，你知道吗？刘公主两眼泛青，金脉浮肿，眉宇间凝结的紫黑之气，八成中了极厉害的巫毒。巫毒？所谓巫毒，就是用咒术加上毒蛊复合施在人身上，只有道行很高的巫蛊师或毒物所化的精怪，才会使这类的邪术。通常中此种毒，只有施毒的人才能解。那我儿子还有救吗？很难说啊。刘公子体内似乎还有另外一种不明的毒，抑制住了巫毒的毒性，短时间之内毒性应该不会发作。其实基本上来讲啊，他现在讲的话都是真的，所以还不算太烂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一般人都同时中两种这样的毒，即使毒未发作，不出七日之内早就元气孤歇而亡。照刘公子的脉象推算，中毒至少也有一个月以上。那是不是服了什么大补仙丹，竟能支撑到现在？没有啊，道长，会不会是你看错了？就是那个药啊，就是那个药。只有我媳妇熬一些草药给我儿子喝，其他大夫开的药，因为我儿子吃不下去就会呕吐，所以就没再给他吃了。这些不单纯，我想必须到尤公子平时所居住的房间查看。哎，好重的妖气！妖怪一定就在这个附近。道长，请你想想办法。放心，本山人是有备而来的。哎，不用准备符纸吗？哦，那是九剑星要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好，忘记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四方神明，听我令。这，道长。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。看我的，张天师金刚降魔符！诶，大胆妖孽，竟敢戏弄本天师，还不快给我现形！休怪我拿出真本领了，太上老君急急如令，天兵天将，速速驾临！道长，我还想活命啊！疫情高明吧？这怎么办？元恒就是我三餐鸟短，叫我怎么跟刘家的列祖列宗交代啊？花了大把银子，又请来这个笨蛋，可能我们这回遇到的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妖怪，而且都躲在这尚书府中。还钱呐、啊？是没办成。还带着钱就跑，我的一万五。感谢爱吃鬼兰兰，感谢。好像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，我也没瞧清楚。好浓的花香，这牡丹的香味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浓？我怎么觉得好困，想睡觉？这香味有点古怪，月如。暂时别呼吸，咱们尽快离开这里。好。
茅山剑指是，你说你小时候在玩是不是？把它捞起来，这样泡在水里太可怜了，咱们把它捞起来吧。哎，这一觉睡得好饱啊！我是人会说话。嗯，我怎么全身湿哒哒的？这里又是哪里？师傅，哦，哎，怎么又是你这小子？师傅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你老人家可安好？少肉麻了，谁是你师傅啊？我说过，你我无师徒之缘，贵了也是白贵。我只是为了陪一壶酒，教你一招剑法而已。我酒剑仙可是从来不收徒弟的。不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在晚辈的心目中，你就像我师父一样。你看，以下又在拍马屁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随便你怎么叫。老前辈，你怎么泡在河里呢？刚才我们还以为你是死人呢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大概是酒馆的老板趁我熟睡时，把我丢在河中了。太过分了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？啊，不过分啦，我喝光了酒馆师娘的陈年绍兴，身上又没有钱付给他们，双方算是扯平了。这，李大哥，你的剑法就是像这位奇怪的老伯学的。月如，我不许你这样说前辈。月如，我不许你这样说前辈。嗯，好奇怪的花香，好像是这里面传出来的。好重的妖气。前辈也看得出这里面有妖怪。开玩笑，什么妖魔鬼怪我没见过，用肚脐眼看得出来。这处府里被施了咒，师傅可有办法对付这妖怪？这妖怪长什么样子？其实一个影子也没瞧见，只知道现在三叔府内除了我俩，全部的人都中了妖术昏迷不醒。你对方是啥东西也不知道，怎么打？这样吧，我要开堂做法，先破妖怪的幻术，逼他现形再说。你们去给我弄几箱道具来，蜡烛、符纸、檀香，哎，还有啊，顺便给我带上一壶好酒。还喝酒啊？很好，都弄齐了，带你们这些小娃儿瞧瞧我尘封已久的独门绝招——醉仙封魔大法。狂饮琼浆数百盅，醉舞长剑指虚空。脚跟细蹑群星抖，长啸一声天地哄。哎，这酒来劲，我要开始施法了。在我还没完成以前，你们两人千万不要离开我七步以外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切记不可轻举妄动，要不然有什么不良后果，我可不负责哦。师傅，他睡着了，看起来好像是的。什么跟什么嘛，又是一个来装神弄鬼的。不，师傅的本领真的很高强，也许是酒喝多了，是不是？月露，等一下，你要去哪里？去找妖怪啊，难道还在这边浪费时间？到后面有讲说为什么酒剑仙会这样子哈、哦？刚刚酒剑仙不是说醉仙封魔大法哦？他其实是有理由的，但是只是酒剑仙没有讲清楚而已。好了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、哦。酒剑仙真的是，只要他不讲清楚，那叫误会。啊，走吧。李公子，你们，李大哥，你来正好，而且刘大哥藏在花丛里，又给找出来了。我们合力拿下这妖女。不，
因为相公今天没有服药，病情恶化，先生只好带他来这里，用百花之精气为他驱毒。大嫂，竟然是个蝶精！你看得见我的原形？光着身子，露出背后那么大一双翅膀，谁会看不出来啊？你看这边代表九剑仙的那个大法已经成功了，已经破了。爷爷，难道我师的幻术被破解了？快把刘大哥也放了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不可以，一旦停下来就前功尽弃了。然后你看才艺也不说明白，可是李逍遥跟云月朵就执意要做，哎，就害了才艺了。还想拿这种话骗人？但我们是三岁小孩吗？啊，见面就要先偷东西哈、哦！分明就是你这只妖怪想害死他，还妄想装作好人。你们误会了，相公中的残魂师，奴家这么做是为了救他。你想害人？先过我这一关。对不起，既然各位不相信奴家，奴家只好得罪了。怎么先摸两把？我去偷东西，我去偷东西。别用上女手。好，没了。哇，这个补血招式跟皮皮奇侠传的一模一样，获得成就翩翩彩蝶。啊，走。